谁都不会忘记，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。我想要对他说的是，姐，如果你现在在天上，你看得到，你一定要保佑小马，他每天都在哭，为你感到非常的不甘。所以能够的话，你一定要托梦给他，跟他讲，不要整天哭了，这样很伤身体。在那一个世界，你要过得好好的。你不要这么逞强，不要总是为别人着想的，你已经回归主的怀抱了。可以看你已经先离开我们了，我们会替你照顾好爸爸妈妈，会记得帮他们庆祝生日。你不需要担心他们，我们也会坚强，更不需要你担心我们。有缘的话。我是希望我们还可以再做一次姐弟。最后，我想感谢。Shining star that gives the universe hope and light as she brightly smiles to everyone who journeys. Thank you. 一方面怀念他在世上短暂却精彩的生命旅程，另一方面我们一起见证满有怜悯的上帝如何喜乐他世上一切劳苦并。